彤姐姐。Hi, I'm Kiki。今天的学学 ABC 要来学什么呢？跟食物有关系哦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 ？This is milk。这是牛奶。Milk， 牛奶。Mil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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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奶。很棒哦。What is this? 这是什么呢 ？This is soup。这是汤。Soup， 汤。Soup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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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汤。小朋友，赶快来看一看 ，What is 点点 drinking？ 点点在喝的是什么呢？是 milk 还是 soup？ 是 milk， 牛奶。点点喝的是牛奶 ，milk， 牛奶。答对了，好棒哦！点点在喝的是 milk， 牛奶。那你赶快来看看 ，What is 小蜜 eating？ 小蜜在喝的是什么呢？是 milk 还是 soup？ 是 soup 汤。小蜜喝的是汤 ，soup 汤。答对了，小蜜喝的是汤 ，soup。Kiki 已经学起来了，小朋友你学起来了吗？今天的学学 ABC， 我们学到了牛奶 milk， 汤 soup。今天我学到了 milk 牛奶 soup 汤。Good， Kiki 好棒哦！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们也很棒哦！下次我们再来学学 ABC， 拜拜。